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酷以团之名的新生杨冰卓。你们从优酷星球寄来的明信片我已经收到了，接下来我抽了几封给你们读一下。第一封是保护我方玫瑰花说的，冰加油，我是你的女兵，这次不能看你公演了，下次一定会去看你的，期待你更好的表现。好，我一定会加油的，我一定会更努力让你们看到我的进步，然后希望我在你们心里的位置会越来越好。然后下一个是新浪微博86617007072，从2016年4月10号的比赛就开始粉你了，我绝对是你最久的粉。这几年看着你从学校走入公司，道路曲折真的超不容易，不过还好我们是阳光大男孩杨冰卓呀，努力走到了今天，你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未来可期。我感觉可能他也是蛮懂我的这个道路曲折，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很曲折，我这只是刚开始嘛，所以说我希望以后的你们也要面对曲折的道路要从容一点，不要跌宕，就是心里起伏太大，所以说让我成为你们的正能量吧，给你们每天带来正能量，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在你们人生低谷的时候有我陪着你们。你也是个即将20岁的男孩子，在镜头前面要多笑笑，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，不要总是站在角落里，有镜头的你才会被更多人看见，对自己有信心一点，加油。其实有没有镜头这个我也控制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在你们眼里或者是在喜欢我的人眼里，我站在哪儿你们都是感觉我是闪闪发光的，是不是都是会一下子捕捉到我的。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有你们在。吃冰淇淋最喜欢哪个口味啊哥？炊事班女兵，你是要给我做冰淇淋吗？我喜欢吃原味的冰淇淋，就是纯冰淇淋，不喜欢加任何什么草莓啊巧克力啊，不喜欢，就是纯原味的冰淇淋，我觉得那个很甜。我只搞快乐，想跟你说做好你该做的事。这个其实真的说到我心里了，我确实一直都是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，我一般不管别人的事，也不操心老天爷的事，尽力努力了，尽力了就好，用舞台回馈喜欢，不易刻意改变自己来迎合粉丝的每个要求，人生是你自己的，要怎么走决定权在你。我知道做自己可能没那么容易，只希望你活得够轻松一点，杨冰卓加油。我觉得你可能看了我给你推荐的那本书吧，其实我现在心里完全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么想的，我觉得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所以说我现在觉得我活得很轻松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决定权就是在我手里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吧。虽然知道我这个非洲人不会被抽到，但是我还是锲而不舍的写信。这次不是抽到你了吗？但是你竟然是非洲人，我还好像你是第一个非洲人吧？你长得是什么样子？我特别好奇，有没有机会能看到你的照片？我特别想目睹一下我的非洲粉丝是什么样的。番茄养乐多又多，这个名字特别的可爱。哥哥我爱你，你真的好大进步呀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你真的让我好骄傲，么么么么么么哒。我觉得你能看到我的进步我真的非常满足了，所以说以后我会更努力，有更大的进步让你看到。喜欢了你好久，久到不记得多久了，从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你，一直到现在工作还是喜欢你。哇，那是够久的了，那你可能是上大学然后毕业了之后工作了，希望你越来越好，加油啊杨冰卓，爱你哟。不知道你能陪我多久，希望能陪我到退休。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们的新风暴，多支持我，然后能解锁我更多的彩蛋哦。